Hello， 咁多位听众，咁样咧就今日咧吓，仍然系有呢个国际大棋局啦。咁啊，联成边个咧？咁就系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咁啊，嘉宾边位啊？自己讲嘢。大家好啊，我金家人啊。系啊，咁啊，因为听众咧不停去问啊，就我哋哇，即系讲刘世良啊，讲咗咁耐啊，咁啊又讲啊其他咩可伯啊咁样啊，点解一直都冇揾到金家人咧咁样？咁啊，首先金家人咧就唔系咧，同我就绝对唔系啊！嗰啲网即系叫做网上嘅网友啊，就唔系，因为个距离好近啊，即系大家都系喺大湾区啦，咁啊，经常咧都会有见面嘅机会嘅。不过早排咧，咁我就即系因为我成日飞咗啊，咁所以咧就成日夹唔到个时间啦。咁啊，喂，终于可以一齐做节目啦，大哥！唉，好耐都冇见噶啦，咁即系你忙我忙啦，冇办法啦，咁都发生咗好多事嘅。其实香港都唔止只阿河马嘅，老实讲，只不过阿河马犀利啊，与民为敌啊，一样嘅。刘世良又系与民为敌，冇分别。系，咁啊，其实咧嗱，因为早排咧，即系我真系离开咗中国咧，同埋呢个澳门啊、大湾区咧，就一段时间啊。即系上次咧，我见完你之后冇耐咧，咁我即系出行啦，咁啊就飞咗啦。咁啊，跟住一直去到而家咧，哇！不知不觉咧，呢段时间真系都几漫长下啦。喂，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咧就即系录播啦，咁啊，大家即系都赶住做嘢啊，咁啊唔寒暄咁多先啦，因为现实啊，基本上日日都可以倾到偈嘅。咁啊，直情问下你先啦。喂，其实咧，刘世良咧，今次呢件事吓，其实咧嗱，去到而家咧，如果再讲啊罗导演啊吓，甚至咧讲啊陈乔叔啊屋企人嗰啲咧，其实嗰啲啊即系早排咧都讲过晒啦。咁另外嘉宾啊，即系探长又上过嚟啦，女王啊上过嚟啦，咁城寨啲义工咧都上过嚟，即系录过音啦。喂，咁啊，其实到呢件事啊，即系去到发展到而家啦，我谂我哋更加值得探讨咧就系、是。即系咪一个即系叫做话骗局啊？定系咪一个即系叫做话系要利用啊？嗰、那个叫做香港人啊，一系话利用一啲嘅运动嘅人啦、啊，好心啊、热心嘅人啦、啊。咁所以系咪即系一个骗子咧？即系今日我哋系咪要讨论下呢样嘢啊，大哥？嗱，我哋今日个题目系难为正邪定分界啊嘛，系咪？咁老实讲啦，刘世良啊，未有呢一次嘅风波咧。嗯，你觉得佢是邪恶定正义先？咁一定是正义噶啦。咁你因为嗰阵时大佬城寨，喂，起码一样嘢，虽然是冷气军师啫，表面上咁佢都是一个啦吓，即系带领大家思想啦，跟住同埋咧系凝聚一班人噶嘛。咁呢个事实嚟噶，即系就算佢搞一个邪教咁嘅组织都好，都是凝聚一班人噶嘛。咁嗰阵时咁佢亦都是呢个真正嘅 KOL 啊，即系呢个咧。叫意見的領袖啊，就唔同話即係其他嗰啲啦嚇，因為其他嗰啲如果你坦白講啊，我就咁睇嘅。如果你話講啊可伯啊嗰啲咧，就唔係講啲關乎係真係大圍啊，即係叫抗爭或者一個叫思想層面上嘅嘢咧，就唔可以叫 KOL 嘅，只可以係即係你當係好似東張西望咁樣啦。即係我自己我就唔會咧認為可伯嗰件事、河伯啊、河馬嗰件事。可以同劉世良呢件係完全拉埋嘅，即係我想問呢一個 point 嗰度，你點睇先？嗱，其實咧拉唔埋嘅，不過咧就嗰種思考模式啊，或者諗嘢模式啦，都可以參考一下嘅。咁啊，點解咧？因為咧好多人咧覺得咧阿劉世良係正義咧，原因咧其實你都講咗嗰八個字啦，冷氣軍師、意見領袖啊，真係老撚實講。我唔明點解咧，匿埋喺個台嗰度或者 office 嗰度，日吹夜吹，俾啲意見教人點做。哇！喺原來呢啲人就係正義嘅喎，我係諗唔明嘅喎。即係依家嗰個問題嘅重點啊，劉世良嗰度係點樣咧？其實根本陳橋嗰件事咧，已經係證據確鑿㗎啦，而且咧都已經係死咗㗎啦，阿陳橋。咁但系好奇怪，真系好奇怪。你睇翻阿刘世良个频道咧，因为我系每一日，无论系我又好，我自己啲群友都好啦，都要去望一望跌咗几多先，即系好似恒生指数咁咧。订阅金又跌咗几多啊？城寨又冇咗几多啊？
就好似咦今日咧就好似入去河马嗰、那个啊直播度，哇喺俾人举报咗冧档未啊咁样，差唔多嘅啫，其实就咁好啦。咁啊，阿刘世良咧，由我4月25号开始讲佢嘅时候，咁依家咧跌，头嗰10日8日咧冇乜点跌嘅，直至到咧大范围咧群殴佢啊，咁咧佢先至开始下跌嘅啫，佢嗰啲订阅足足跌咗17000个订阅。是非常非常之夸张的，即是恒生指数咁喎，系咪啊，大哥？系啊，佢仲要系点样咧？真系我哋成日话咧，恒生指数咧会阴干式下跌啊嘛，咁咧就系楼价咧又会阴干式下跌啊嘛，咁依家要再加埋就系刘世良个频道订阅数字咧阴干式下跌，咁万七咧真系正所谓唔怕一万啊，最怕万七啦嘛，好大镬噶，你谂下。我哋啲片有冇万七标啊？冇啦，梗系。系咪先？哇！屌，佢依家就系每一日咧，都少咗17000人睇佢。咁少17000人系咪真系代表少17000个 view 数咧？其实唔止嘅，少咗17000人呢啲忠实观众咧，佢个推播率咧就一定系会下降得好犀利。所以刘世良依家咧嗰啲 view 数系跌咗一半。嗯。佢啲片咧。平均大概是12000秒啦，依家得翻5-6万嘅啫。咁跌咗咧，其實你諗諗啦，香港股市如果再跌多一半，你諗下幾大鑊？哦，而家大陸，而家大陸都近噶啦，即係大陸我諗而家即將嗰個情況就，我諗比而家啲樓價再會跌多一半啦。我認真咁講啊，即係差開少少講啊。國內嘅樓價咧，即係其實唔係叫陰乾式下跌噶啦。叫做暴力性下跌嘅，咁啊好多唔同地方嘅，下次先讲国内楼市啦吓。跳崖咁啊，啊，因为依家就嚟零首付啦，深圳喎，深圳大镬，大镬真系。啊，唔系都几好嘅，对一啲未上楼嘅人嚟讲系 OK 嘅，屌真系，阿马云讲得啱嘅，白菜价。咁好啦，依家刘世良咧，除咗个订阅咧，变到咁样之外咧，其实个好系呢17000个订阅嘅人咧。每个月好大机会是定期货金俾佢，一个人50，你计几多钱？51+53，我谂唔止50啊，其实我谂唔止噶，佢唔会好似我哋咁 high 啲，点会收几十蚊咧？佢哋唔会噶，我谂佢喐下手咧，一个月佢都最少都几嚿水嗰啲嚟噶，即系好似萧山咁咯。我用最低嘅价格啊，系。嗰一個月100，10000個100，好多噶，係好多啊！哇，10000100蚊喎，100001蚊啊，10000个人啊，都一個月多30000啦，10蚊啊100000喎，哇喺10000个100喎，幾誇張啊！1000000啊，大佬，都好金啊！所以其實佢係好金嘅，咁你話誒唔係嘅，多財少寶嘅，我依家係好多財少寶噶啦，講真嗰句。這些人呢，他是即是鐵粉那麼滯的，現在都跟了劉世良很多年了，所以呢，我可以說，今次對於他這個頻道來說呢，個打擊是毀滅性的，但是很厲害的，到今日，今時今日呢，他都是不道歉。他扮沒事嘛，即是，因為最近呢，我都有些聽眾呢，我想跟你那群聽眾是同一堆人來的，他們都在那裡說的嘛，即除了在金家人討論區，有時都在我們那裡討論區裡講到呢，喂，他直情是完全是扮沒事的，直情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的情況。嗱，我就想說，你做錯了事，然後好像隻鴕鳥一樣塞了落個泥裡，不出聲，不面對，這些是不是正義先？梗係唔係啦？喂，大佬啊，細細個我哋澳門咧就已經好多啲啊叔伯長輩都教落㗎啦，即係做人嘅咁啊點啊錯要認啦，打要企定啦，要面對㗎嘛咩事咯？咁我想問，嗰三突之間仲有2000+3000人睇佢直播㗎嚇，大家唔話佢最高嘅時候10000人我見過啊，7000-8000成日都有㗎。依家大概3000-4000人睇佢直播。我唔讲咧，其他咧嗰啲入去睇嗰啲人有冇订阅我唔知道，
睇直播嘅肯定忠实 fans 噶啦，系咪先？系啊，呢四千人觉得佢有冇错啊？阿文俊，你觉得？哇！我真系唔知道，但系其实咧，我有样嘢，我觉得好，即系好怀疑啊。譬如咧，好似佢嗰啲 fans 啦，同埋咧，有时咧，我见到啊，即系所谓咧教主啊，咁啊及下嗰啲 fans 嘅所谓啲教徒咧，就算佢面对咩事咧，佢系明知佢系错都好，直情都系咧，唔知系唔忍心话啊，定系即系唔忿气，系话佢嗰个教主系有错啊，定系好似否定个教主，好似否定咗佢人生咁样咧？就算是明錯咧，佢哋接受不到嗰個現實嗰只嘅，即係我咁睇啊，因為劉世良絕對不是第一個。咁坦白講咧，咁我即係基本上我哋都應該都嚇社運都喂見過啦，有幾個都係咁癲噶嘛。咁甚至乎你話就算不是阿劉世良咁樣啦，大家即係你話都是即係都係擺明係騙子啊，星期二得到咁樣，星期二得到啊，即係我哋一早開嘅波啦，係咪先？咁喂都係咁嘅喎。星期一到硬有一班嘅 fans 咧，喂，点都系话佢啱，绝对你所有人都系针对佢、唱衰佢嘅。你点样睇咧呢个现象？嗱，星期得到咧，我依家讲紧啦。咁我今日又唔详细讲啦。有关键人物咧就不停爆料啦。但系星期人物、星期二得到咧，佢哋呢两条人物咧就比阿刘世良更劲嘅，因为嗰个阶层唔同。星期二得到嗰啲咧就比较多后生仔。熱血啲同埋市井啲嘅係咪？嗯，劉世良嗰啲咧，同阿蕭山嗰啲咧，又好似喎文化人嚟噶嘛，係咪？知識分子係好似知識分子啊！嗱，劉世良嗰啲咧後生啲嘅，蕭山嗰啲咧就老啲嘅，係咪？係藍血啦，都係。好啦，我就問一問你先，即係難為正邪定分界咧。阿蕭山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咧，大家應該討論一下嘅。阿萧山咧，之前咪保良局撑加刘世良嘅，系啊，而家都系啊，冇佢冇变过噶。你有冇睇过咧？佢一条片咧就话叫人哋霸睇九龙城寨啊？有嗰条片我肥咗佢啦，我话喂大佬傻嘅。你有冇留意咧？就系嗰条片咧，廿几万 view 嘛，咁里边有成千几个人留言，我而家唔知几多啦。我睇嗰阵时有900几。啊好啦。我 loop 睇咧，喂，蕭山啲觀眾咧啡佢嘅喎，十個裏邊有11个都係啡佢喎，好搞嘢嘅喎，即係啡完一輪再啡嘅喎，成條片啊係負流量之最嚟嘅，咩意思啊？喂，係笑鳩啊蕭山啊，屌柒佢啊！哦，你係咪叫我哋霸睇劉世良啊？你叫我哋唔好睇九龍城寨係咪有言外之音啊？哦，我明白曬啦，蕭山做到嘢啊你咁樣。是咁串佢喎，系咁嗰一下，咦？阿萧山依家啲观众开明咗，因为咧，其实以前喺 Clubhouse 咧，系我睇过嘢噶嘛，我同阿老萧系交过手嘅，虽然佢唔知我系边个啦，系啲人激到佢入激到佢爆血管，因为好笑啊嘛，因为嗰阵时系针嘅原因啊嘛，串佢啊嘛，串得好硬嘅，咁啊好啦，咁啊我当时咧 Clubhouse 咧就。見到阿老蕭嗰啲觀眾咧，哇個個都係撐佢嘅喎。咁但係你去到 YouTube 唔係喎，今次九龍城寨呢條片，因為佢講完，我真係走去睇啊嘛。係啊，好好睇套戲，你睇咗未啊？睇咗啦，套九龍城寨得啦。阿蕭山嗰日直播咧，我有去留言啊，賀佢啊，淨同佢講我愛蕭山啊嘛，大佬。喂，佢啲人係咁嘅喎，即係嗱，去到最尾咧，成癲嘅喎，直情係佢直情話喂。直情係最尾咧，又成喂咒佢啊！咩過身啊？你咁樣我直情開口嗌佢死嗰啲人係癲嘅，我直情係喎嗱，我喺阿蕭山嗰個直播咧，同埋咧佢啲片嗰度咧，我體現到正義喎，體現到民主喎，體現到言論自由喎，係係劉世良嗰度冇喎。冇噶，劉世良嗰啲係黐線噶。你諗下，劉世良嗰啲癲到咧，嗱，蕭山起碼唔會叫佢啲管理員咧出嚟講啲好難聽嘅，但係劉世良嗰啲係直情叫佢城寨啲管理員咧，嗰啲咩 Kenny Boy 咧出嚟咧，直情係寫埋噶嘛，咩陳喬叔呢個死老嘢咁樣寫噶嘛，寫曬粗口噶嘛，癲喎！其實大家都知個 Kenny Boy 係邊個啦？咪佢老婆咯，係咯，即係我之前都話過咧，我想開一集講呢個八婆。
抗命圈啊，或者抗命酸啊，好多人即係你訪問過探長啊，亦都訪問過女王啊，你都掛女王幾靚啦，係咪先？靚咁你冇得講嘅喎，咁你比起阿邝小姐嗰啲喂唔同層次嘅喎，大哥。係啊，你只要將阿女王擺中間，左邊係陳怡，右邊係邝命酸，你就覺得特別靚噶啦。呢招咧就鮮花雖美都要綠葉扶持嘅，咁啊真係。老实讲，呢、這个邝永宣咧，成为绿叶嘅资格都冇。老实讲啦，好多人都话佢先至系魔头教主啊！即系好多人，你唔好咁样讲，你咁样讲完咧，呢一集咧佢又会听噶，听完佢又瞓唔到觉噶啦，大哥。瞓唔到觉咪好咯，应该咧，即系受到良心谴责嘅人咧，应该瞓唔着嘅。咁但系我发现佢两条友系冇良心嘅。而且佢啲觀眾其實有冇良心嘅咧？民眾，我想問一問你，嗰四千個睇直播嘅人，嗱，我覺得個萬燦嗰啲咧，直情唔講道理嗰啲，肯定都係冇良心嘅。我呢樣嘢，我幾乎肯定嘅，因為你見到咧，佢哋嗰啲 fans 咧，甚至乎啦，其實我同你咧都有遭受到佢啲 fans 咧嘅投訴嘅。你發覺即係啊，講親劉世良嗰啲集數咧，緊有班人出嚟趌你噶嘛，咁基本上趌你咧都係嗰句噶啦，第一趌你講粗口啦。第二趌你咧，永遠講嘢咧就多過嘉賓，跟住話你不知所謂，話你咧就即係冇主持技巧，話你又冇內涵，咁樣跟住全部千篇一律嘅。咁其實我就覺得嗰班人咧個思維都係好統一嘅，即係我哋叫從群意志啊。好似以前咧有套電影，我唔知你細個有冇睇過，叫《星河戰隊》啊，打啲蟲咁樣啊。有，我覺得佢班 fans 好似《星河戰隊》咁啊，嗰啲蟲咁啊。这个我看法来的，你怎么看？刚刚呢，香港懒人包呢，七六中之前呢，出了个标题党啊，跟你讲一下先。突发，河北走了，黑画面。哈？我不信啊，因为他成日都是标题党的。喂，他走是不是指香港走回深圳那些走啊，大哥，你不要吓我啊，大哥，定是死了啊，河北。即係佢死係唔奇嘅，不過我唔信呢啲咁大鑊嘅嘢咧，屌你老味會交由一個 KOL 咧，或者一個頻道咧去講咯。咁呢個懶人包咧，成日都係做埋呢啲咁嘅。喂，阿金家仁兄，我就想問你，呢頭先一晚嚟五次，一晚開五炮，嗰頭又我死咗。喂，我諗下，可把身體仲好過我喎、啊，大哥。咪就係咯，嗱，依家就啲人係咁樣嘅。老實講就係、是，喂，你明知有人講大。等我，我问你啦，阿河马同埋呢个可巴呢单嘢流量高啲啊，定刘世良流量高啲？嗱，好恐怖嘅，因为咧，我想讲啊，其实我哋即系有啲咧都系即系友好频道啊，好似有个咧系叫 KTS Magic 嘅，咁个 OK 嘅，嗰个人我同佢倾过偈嘅，系都系好人嚟嘅。咁我见到咧佢哋讲即系呢个河马咧，同埋有个 channel 咧香港嘅叫852咧。佢哋係嗰個 view 數咧，坦白講，如果你兩個比咧，高過劉世良好多嘅。其他譬如你講桑普啊，甚至乎咧阿土嗰邊啊，咩曹總啊，甚至乎我哋啊，加埋其他所有人咧去講咧，嗰、那個流量係遠唔及佢哋，即係去講可白嗰件事。可白同河馬嗰個 view 數係極高嘅，我想講。我話你聽，係你都知道阿劉定堅咧。一日出五条片噶嘛，系咪？哦，我冇留意好耐啦，我真系好耐好耐冇听佢，尤其是早排即系喺嗰啲缅甸啊，喺嗰啲老挝嗰啲，真系极度唔方便啊，所以录音都你咁吃啊。但系佢而家点啊？其实阿柳嗰边，佢依家咧就上咗尾班车，系为咗咧计呢个 KTS 八五二，即系仲有好多啊。咁啊，其实好多人讲嘅，咁我都，但系。一日出四条片，两日出八条片。嗱，头先你讲 KTS 嗰啲咧，咁即系都系十零廿分钟嘅啫，一条片好短嘅，同埋讲又慢，而且佢讲啲嘢咧都有啲 point 嘅，有事实根据嘅，我觉得佢 OK 嘅。刘定坚系劲啦，啊，同一个话题，河马想成为网红，佢可以吹足六十几七十分钟。其实呢你发觉出面呢现在的那个情况呢你写一个很吸引的标题跟着在入面呢不停你翻兜你的观点呢就算兜六七八
九十集咧，仍然啲人都係會聽噶，即係最直接嗰個咪叫五仔咯。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邊個五樓有五仔啊？點會唔知咧？咁噶啦，依家我就發現就係、是、喂大佬，香港咧就係、是、你要成為流量之王咧，就好簡單，就係、是、講熱話。呢、這個我不嬲都知道，但係講熱話咧就可以咧就係、是、老作過咧本身嗰個人嘅。即係嗰個人咧，本身已經係呃人啊，講大話噶啦。你要講佢咧更加多嘅大話，就譬如咧，阿河馬咧就同阿余伯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邊個余伯啦嚇，八十幾歲噶啦。余伯咪而家講緊話係河馬之前個前夫咯，咪就係咯，明明係冇可能嘅，係兩件事嚟嘅。啲人為咗流量咧，就連埋一齊講噶啦。嗱，呢個嗱爆都係。有樣嘢我同你講先。因為咧，啲人喺度講咧，就話之前咧訪問嗰個余伯咧，佢上面係有寫佢前妻係姓柯噶，跟住原來河馬真人又係姓柯嘅喎，啲人就係咁樣拍埋啫，就話可能係同一個啊嘛，係同正同姓啊嘛，又有個仔，個仔又係唔同姓，呢啲資料係中曬喎。嗱，我只係講咧，其實而家坊間都係假資料嘅，嗯，依家啲人就中意睇呢啲假嘢，流量係極度極度高嘅。咁我又問你，嗱你都話啦，頭先講啊劉世良咧啲流量跌曬啦，係咪？係。咁依家嗰四千個人睇下劉世良，我想問劉世良依家講緊嘅嘢係真嘅定係假嘅先？嗱，其實佢同埋阿老蕭咧都係有個嘅問題嘅，嗱唔止佢兩位嘅，黃毓民都係咁嘅。不嬲咧，其實佢哋講嘢咧，你諗下，其實呢啲啊，真係話知識分子、真正嘅網紅 KOL 咧，其實講嘢分分鐘咧係比我啊、你啊、大匪呢啲咧更加唔中肯嘅。我只係咁講啦，佢哋好中意就攞以前嘅歷史啊，好似啊，以前啊，即係共產黨啊，係啊呢個啊幾年幾月幾日啊，跟住咧乜乜事變咁啫嘛，當時佢哋都係咁樣做。哎呀，然後啊，引用翻咧，依家香港啊發生嘅事件啊，其實一模一樣啫嘛。嗱，佢哋呢啲咁嘅口吻咧，呢啲咁嘅模式咧，我都聽到識背噶啦。咪教書咯，厭噶啦。教書嗰啲咪咁噶咯。你諗下咧，當日點解要懟冧林彪啊？啊，點解咧咁多傳聞啊 ？X Y Z 噼哩啪啦嘟嘟嘟嘟，屌你諗下，你講完出嚟咁點咧？咁你聽嗰班人，你聽又點咧？你識唔識分咧？其實？因为佢哋咧，佢哋好善于用一样嘢，就系做比较啊。佢好中意系用以前同而家去做一个比较，用中期又同而家唔同年代咧嚟到去做个比较。明明隔咗六十年、七十年都可以做对比噶嘛。但你而家个情况，你唔好话隔六十几、七十年啦，你净系隔六日、七日啊。我净系飞咗啊，一个月左右啊，我都好似大佬好似脱晒节咁啦，系咪啊？我同你哋讲嘢。一年前同一年后啊，嗰粒晶片啊，啲纳米啊，嗰、那个数量啊，即系嗰个细嗰、那個、细啊，哇，大哥啊，你一年前可能讲仲讲紧五纳米、七纳米系咪？一年后讲紧两纳米、三纳米啦，仆街，嗯，完全唔系嗰回事嚟噶啦嘛，嗯，啱唔啱啊？你林彪个年代，我就问你啦，有冇监控镜头啊？冇，你嗰阵时连打手指模啊乜嘢嗰啲都好多都未有啦，即系好坦白讲，而家啲人讲而家啲电话，你可以即系用翻以前嗰啲嚟比较啊，大佬 Nokia 啊嗰啲咩时代啊，嗰阵时即系你而家啲人都唔多会出街就咁拎一部数码相机啦，啲人一系就好似记者嗰啲咁好大大部机咁样，系咪先？你而家电话系取代埋噶，你根本唔同年代冇得好比噶。咁点解你引经据典咁样样，跟住又话？哇！當時啊，共產黨以前點點點做啊，依家咧阿習帝又會點做嚇、啊？你最多咧講咧，就係可以參考啫嘛。但係你唔好喺度講到似層層啦。嗱，我覺得咁嘅大哥，我覺得如果意識就可以比較嘅。但係咧，如果即係嗱，因為其中有個人咧，我最近有睇佢啲片嘅，嗰、那個人係即係喺加拿大講普通話叫文超，我睇佢啲片嘅。我佢有比較，但係佢係意識，佢就唔同淨啊老蕭啊嗰啲咧，佢直情係好似你講到好似兩個人同一個時空咁樣嗰只啊嘛，大佬。好啦，好簡單喎、哦，以前咁樣做，
系，但系咧未来咧，港共政权、共产党又系会咁样做噶啦，中咗啦，系咪啊？我讲中咗啊！我阿妈女人系咪先？系啊，跟住嗰啲四千剩翻落嚟嗰扎啦，啊，好犀利啊！刘世良好劲啊，又讲中咗啦，哇，好劲，好劲，好劲，讲错咗啦，萧生最叻啊，讲错咗啦。哎，我其实甚至讲咧唔系咁嘅意思，我只不过又系有咁嘅可能性啫。呢个可能性冇出现，唔代表我讲错。喂，呢个咪 critical thinking 啊？系啊，呢个就系咪 critical thinking 啦？我唔知啦吓，呢个 critical thinking。嗱，阿萧生咧就错到咧系点样咧？你可唔可以重复一句头先个名词啊？唔该。critical thinking。Critical thinking， 哇！呢、這个新词汇真系好正嘅，真系。真系，我只可以讲就阿萧生咧错得太多，有好多人咧就唔捻信佢讲嘅嘢嘅，系纯粹听佢发疯嘅啫。哇！你当睇真情咪算咯。系啊，嗱啊嗱，你呢个比喻真系好好。睇萧生咧，真系咧，即系好似睇真情嘅。咁你睇刘世良啊呢啲咧，以前嗰啲人啊，哇！好似咧讲得好啱噶嘛，即系讲紧嗰啲。真係啊！以為自己咧睇佢啲片咧，就講緊咧十月圍城噶啦。啊，依家咧就投身咗咧革命噶啦。依家阿劉世良就係孫中山嚟噶啦，跟大隊啊點噶啦，正噶。貨金俾嘅話咧，有參與革命噶啦，掂啦。跟住可以推翻滿清噶，你老母係咪先？嗯，好啦，依家佢錯咗喎，劉世良錯咗喎。咁嗰班人咧選擇係唔出聲嘅，嗯，其實我哋今日個標題咧就好簡單嘅，喂，難為政邪定分界。咁啊，仲有一件事咧，我哋未講嘅啊，咁我哋去到最後先講。係，今日河馬同埋咧可白，你冇理由覺得佢兩個正義啦，係咪先？係，冇錯。但係佢兩個覺得自己正義喎，你有冇睇下河馬今日？直播咧，佢鬧翁靜靜喎，咁犀利？莫非？咦，莫非佢又係潘狗嚟嘅？佢正義噶嘛？依個依個咩律師啊？個牌都唔知點樣攞翻嚟啊？係咪買噶？咁應該俾個牌佢啦，個律師牌應該俾河馬啦，係咪先？佢係正義嘅，反對佢啊！反對佢嘅人就係邪惡，包括房屋處個處長。嗯，你要明白喎，你唔好以为咧冇人追随阿河马，有噶，系，我统计过啦，即系屈指一算啦吓，个数字唔准确。呢种咧异类咧，大概咧喺香港嚟讲咧，占咗5%。咁呢啲人咧就系，我相信佢哋做紧河马同埋可白同一类型嘅事件，即系好简单，一系呃紧人，一系俾人呃。诶，唔系噶，认真嘅，阿金家人兄，嗱，我想讲咧，其实即系我身边咧有啲嘅女生啊，你都见过噶啦，佢开头见到河马单，你佢同我讲啱噶，跟住我话啱，佢话做女人点解要咁样啊，要上进啊嘛，即系佢哋可能咧有唔同角度，有啲女仔咧佢会觉得喂，即系可能。即系我哋唔会咁睇件事啊，我哋会觉得喂，你呢啲点会系可以当系做生意同埋做人咁嚟睇嘅咧？但系佢又直情觉得系哦，佢嘅人生态度系上进积极，仲有咧佢挺身而出维护可白。嗱，我真系唔明呢啲女仔会咁样睇嘢，我真系唔明噶。但系我梗系唔敢嘈佢啦，大佬系咪先？但系我同你讲，你身边嗰个人咧，我身边都有一两个系咁嘅，好多嘅其实呢啲人系。但是你要记住，你将河马的样子和你身边那些人的样子和个年纪做一个比较。我身边那些人是不上网的，大佬，我跟你说。不是，问题就在这里。嗯。有这种想法的人呢，通常有本钱，年轻貌美，身材火辣。你明白吗？系，即系好简单。我其实做过一条片讲过噶嘛，郭善妮今年依家四十九岁，好似系。系啊，
你使500万落佢身上，你觉得 O 唔 OK？ 郭善妮，我唔系好记得个样，李佳芯我觉得非常 OK。李佳欣咧？李佳欣我都唔系好记得佢而家个样。李佳芯同埋邓丽欣，我成日睇嘅呢两个，因为我真系呢两个太年轻啦，未到40。喂，大佬，同我一样年纪喎，你话年轻？嗱，你睇一睇啊，一啲40几岁嗰啲，我40几噶啦，李佳芯仲大过我啊！嗱，我用翻嗱李佳芯40几啦 ，OK。喂，你睇到佢啊？佢點止值500万啊？1000万都不為過啊，啱唔啱啊？係啊，但喂，仲有啊 ，Stephy 都差唔多噶啦。Stephy 唔係細我好多啊，咋？嗱，咁我問你啦，阿媽，你願唔願意用1蚊咧？咩用1蚊啊？即係我叫你去溝河馬，佢俾1蚊你啊，你 O 唔 OK 啊？大佬冇玩啦，唔系啊，喂，真系喂唔系我，真系日日喺度讲下肥妈咩，代表我真系中意啲咁嘅嘢。嗱，我觉得好大镬个河马啲，佢话佢自己咩啊，46岁，哇，真系，喂大佬，喂43，喂嗱，老实讲啦，嗱，你问我咧，即系我即系凭我咧吓，我都算吓，都粤女都有少少啦，其实冇你咁多噶啦。我就即系完全同你讲系冇可能嘅呢、這个女人，如果佢43岁，冇可能。我身边未见过一个40头嘅女士咧，喂佢咁嘅企样嘅，佢起码53岁啦 ，at least 起码噶啦。即系如果用我嚟讲，我觉得衰啲，我觉得佢55、56咁上下嘅，我唔会觉得佢50头添。即系我即系咁样讲咧，如果你系年轻貌美，40岁以下保养得好好，都好乸靓嘅。就算你生过都好，喂，即系佢呢个中女啦。喂，佢攞阿河马系上去城市追击定边度啊？攞翻佢个唔知17岁嗰张相场，攞翻佢17岁嗰张相，哇！但系好都好核突噶喎，其实仲核突过啲草妹嘅喎。咁问题就系佢系冇咁嘅质素啊嘛，冇咁嘅价值啊嘛，但系佢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嘛，系。他認為他做到這件事是對的，正義即是他說的那種上進呢、我不認為他這是上進，這擺明是騙錢來的，只不過有條水魚叫可白，就這樣而已。嗱，我就這樣是我就這樣說、因為他呢河馬其實現在他是已經是每一天都有新聞的了，每天都是會有人說的了，我間時都會說他紅過阿容祖兒，我早已经话咗噶啦，未来两个月佢都系会咁红嘅，系真嘅，因为好多人咧，接近咧95%嘅香港人都想睇扑街，系啊，摆明系，同埋你见到而家啲人咧，去投诉佢啊，令到佢冇得开直播啊，好齐心噶嘛。咁你咪要明咯，喂，咁佢点可能讲得上佢系佢话佢自己正义？咁你睇佢嗰啲人都知啊，佢就系唔正义。咁 OK 喎，冇問題喎。你見到大部分人都唔撚支持佢喎，唔知點解咧？呢單嘢係正常嘅喎，係咪先？好啦，一講到涉及政治，甚至乎涉及抗爭，啲人就唔正常嘅咯。你有冇諗過咧？睇河馬咧，同埋睇下劉世良嗰直播裏邊咧，嗰4000多人咧，係有重疊噶。你有冇諗過先？嗱，我其實咧河馬嗰啲咧，我就唔多清楚，但係我可幾乎肯定。阿蕭山同阿劉世良咧，兩邊嘅聽即係嗰啲聽眾群咧，應該係重疊得好犀利嘅。因為嗱，我自己咧，我留意嘅，因為講親劉世良嘅集數咧，會有一班人出嚟咧，係成亂槍掃射啊嘛，即係佢啲粉啊。咁而嗰班人咧，喺我哋跟住好快咧，我哋咪又開埋蕭山波嘅，開蕭山波又係嗰班人出嚟肥喎。咁我即係證明，妖原來都係同一班 fans 咯，你明唔明？有冇谂过星期得到同埋刘世良里边都有班 fans 系重叠嘅？唔系吧？咁恐怖？有系就好奇怪，即系我老实讲，我系留意到呢样嘢，就系即系你见到有啲人咧嗰、那个account 咧，即系我讲阿萧山啊，佢哋冇嘢噶，冇问题，正同噶，因为星期得到系肥阿萧山噶嘛，系啊。好啦，跟住我肥阿刘世良啦，啊佢哋出声噶喎，咁奇怪喎。好啦，跟住我再肥阿星期二得到啦，啊佢哋又出声噶喎。哦，即系原来又系同一伙。即系其实就系有啲人咧，其实系唔系睇件事嘅，系对人嘅。
咁佢哋咧就唔理真相嘅，我就有陣時會覺得就係，喂你唔好自命正義先啦，即係你睇嗰啲人啊，即係啲人成日話我，喂阿金格你好正義喎，你喺度扮嘅啫，跟住我係掹你錢，我冇啊嘛，我指標就好簡單啫嘛，你睇我啲票嘅話，你中意貨金咪貨金，唔貨咪唔貨咯，我二維碼都唔擺噶嘛，你都知啦係咪先？我驚啊嘛，我喺香港，咁啊好啦，喂大佬，咁你哋班友又覺得我？我而家系一个咧，就开晒三个以前啦抗争嗰啲大台噶，我一条友挑晒机噶啦，你知啦系咪？喂，咁我就想问啦，我啊其实就冇任何利益嘅，即系好多人就话，哎呀你咁样讲啦，佢哋好得意，又唔能够话，哎呀金家人你翻大陆做生意嘅，你一定要收共产党钱，要黐捻线嘅，喂呢啲咪刘世良嗰啲 fans 咯。喂，啊，認真講一句啊，嗱，俾我猜過一句，而家嘅大陸啊，你不論係共產黨又好，你民營私企又好，邊個個袋有錢㗎，大哥？我直情問你一句啊，係咪啊？我呢啲 small potato， 第一唔會俾錢我，維穩費唔會俾我，第二就係冇必要啦，留翻你。我都拗唔到啊！你憑乜嘢攞維穩費啊，金家人？即係好簡單啦，喂，佢哋有錢嘅。隨時都共同富裕啦，今時今日都走曬啦。你認真講句，有啲咧都係收收埋埋嘅，心照啦呢啲嘢，我哋唔好喺呢集度講啊國內個狀況。即係一講嘅就係、是、你好難咧，就即係你明唔明啊？我做咗咁耐啊嘛，大家都明啊嘛。冇錯啊，我成日翻國內，我都成日講國內嘢。但係你好難入我喎、啊。你話金家人咧就收咗人錢啊，就即係。收大陸錢啊，幫大陸啊，你其實啲人係講唔出嘅喎，佢冇辦法講嘅喎。你真係唔算喎，因為咧你完全係冇任何嗰啲即係嗰啲拉攏嘅，咁同埋嗰啲即係我捉過你去嗰啲俾面飯局，你都唔去嘅。咁跟住，但係你唔同我啊嘛，喂，我仲會去下啲大陸啊，去下澳門啲官啲飯局啊嘛，你唔去嘅嘛，直情。佢話你收咧，你冇嘢講嘅喎。哎呀，收民進啊，識澳門咁多人啊，又黑社會啊，又嗰啲啊，嗰啲乜種啊，啊又成日見到啲啊達官貴人啊，一定收咗錢啦、啊，肯定係啦、啊。你一帶一路喺賭場又關你事嘅咁樣，係咪先？咁你認知我咧，你都冇辦法係咪？但係你話金家人，屌你老尾，佢十條片九條都係屌共產黨喎、啊，仲要屌得好撚入獄嘅噃。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劉世良咧，佢哋啲 fans 係無孔不入嘅，不論咧係金家人個台講，我個台講，定係我相信咧其他咧啲叫做話新進嘅 KOL， 佢個 views 好低到咧，都係俾人投到一係黃標一係，總之你又一定冇盈利噶啦。我而家講劉世良嗰啲集數，包括今集咧，我係直情唔開盈利嘅。我諗你個情況一樣噶啦，就唔會冇可能係完全冇人投訴，冇一定冇可能嘅。因為我問過其他嗰啲人咧，講劉世良咧，只要你係出過去肥佢嗰啲咧，都係有咁嘅情況嘅。黃標嘅情況好多嘅，所以你有陣時咪大家見到我咧嗰、那個片啊，無端嗰個圖咧整完之後咧，跟住就發現個封面係咁入到去。點解縮到好鬼細咧？因為其實 YouTube 係講評分嘅，你評分咧就好低嘅時候咧，佢喐啲啦，即係譬如可能你攞一條波啦咁樣咧，就黃標你噶啦。唉，我坦白講啊，嗱，我唔知道你有冇講六四嘅 topic 啊。我有講六四啊，我係完全冇一個粗口，冇一張圖係關於血腥暴力，乜嘢都冇。我純粹一支玫瑰花擺喺度，今晚係一個唔可以忘記嘅日子。呢一句说话跟住已经系黄标噶啦，跟住仲要阿 Ken 哥走去申诉啊，申诉咗都系唔得，佢都仲系 ban 你，跟住落正式警告，大佬冇噶，你预咗噶啦，你其实老实讲啊，我直播都有提过两个字嘅，写大陆个六，中文字一二三四个四，冇嘢喎，冇嘢喎。我知道曬噶啦啲嘢，喂，我知啊，我聽緊你講啊，即係我知道曬咧，係咁噶啦。咁老實講啦，咁你問我，因為我自己對六四咧係有另外一種睇法嘅。咁本來嗰日我都想走去你嗰度講噶啦，
咁啊，算啦，系冇讲到啊，算唔提呢件事，暂时唔提先。下年先提啦，一年一次算啦，系。唔系，我觉得冇乜意思啊，平反呢两个字，我本身就唔认同嘅。咁但系咧就点都好啦，我就想讲嘅就系、是，喂，大佬，何谓正，何谓邪？你哋真系食唔食饭啊，大佬啊？而家啲人系唔会分噶。咁依家嗱，我哋开个新话题啦，其实都系同呢单咧系好有关系。喂，阿大哥，不如咁啦，嗱，因为我哋嗰个时间咧就差唔多，不如我哋喺度停一停先，好唔好？停咗先啦。系啊，我哋停一停先 ，OK， 好，下集翻嚟啊。